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办活动了。这次活动呢，主要是回馈营友啊。那我们这次主要呢，前三名呢有7500块钱的金条，还有一些奖励啊，丰富奖励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谁会获胜，好不好？来，跑圈答题，你有看过 YouTube 吗 ？A B C D， 请抢答。那我觉得应该是 A 呀 ，A 呀 ，A 呀。有啦，每天都有看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是什么。你知道安爷是 YouTube 吗？这当然是 A 啦，对不对？回答 B 的人就是，要射击耶，要射击啊，这当然要投自己一票啊，是不是？赞哦赞哦，我居然排名第四哦。好啦，安爷的频道叫什么名字啊？来来来，大家都选 A 啊，我要站 A 一下，大家都站 A 了。我是不是应该放一下水啊？因为这个主要是回馈给营友的啊。好，我还是站远远的，好了，站远远的。安爷的头群室友是谁？低呀低呀低呀！我要站 A 啊，跟你们站不同地方哦。飞机飞鸟飞机。故意答错，我要掉分好不好？因为前面十二个都是回馈应有的奖励啊，是不是？那什么星座呢？猜猜看是什么星座？这个猜错，猜错，猜错。好啦，营地最会弹手指的是谁哦？这个当然是萨诺斯啊，对不对？就是 C 啊 C 啊，射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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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人猜 B 啊 ，B 是谁 ？B 是拿铁啊。答错不得分。比赛中。谁是萝莉控？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吧？谁是萝莉控？大家都选 A 啊！这个答案很明确啊，就是田雨啊，跟着人多的地方跑就对了。田雨看到应该会笑死，笑死。谁是营地的干话王啊？干话王，这个大家应该猜得到是谁？为什么是金色猎鹰啊？明明就不是金色猎鹰。我来捧场一下 C 好了，来跑 C。大家应该看我跑哪边就跑哪边才对啊。干话王就是白龙好不好？白龙看到应该会气死哦。你看啊，营地里面最会开车的人是谁呢？最会开车的，我记得好像是尼可可吧？尼可可最会开车，所以应该是 C 哦。因为上次他在营地麦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些 A 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C。这我个人偏见啊。没有其他的意思哦。好啦，谁唱英文 rap 歌最好？那天听到有一个是呢呢吧 B 啊，他唱这个英文的
这个 rap 歌呢是非常的还不错的，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B 哦，所以是 B。呢呢，好不好？呢呢，呢呢啊！谁在营地最爱放闪？这个答案明显啊，对不对？这答案是萌萌啊，萌萌啊！怎么大家都猜浅夜？不是 D 好吗？是 A 哦。因为他最喜欢跟萌小乙抱抱，然后放在这个营地频道啊，所以就是他没错，大家都猜错，笑死。好，爱将门市长叫什么？请打出来哦，请打出来哦。哈哈，猜对了，猜对了，猜对了。安爷，安爷就是我啦，就是我。嗯，笑死我了。好啦，谁的声音最像喝醉酒的人啊？花生，为什么人猜花生啊？明明就车神，车神好吗？车神，所以大家公认的喝醉酒的人就是车神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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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绝对不是我，谁最会撩妹啊？故意不放我上去，谁最会撩妹？不是萨诺斯好吗？那我来捧场一下萨诺斯。这个问题呢，会答对的是谁呢？大家都猜大家都猜色音欸，为什么？明明就田雨，田雨超会撩妹的好吗？哪个营地的女生最漂亮哦？嘿嘿，猜猜看是谁？是谁？猜一看是谁？大家猜 D 啊？这会不会太坏？明明就是以上皆是好吗？笑死我了。好啦，谁最爱讨抱抱？谁最爱讨抱抱？谁最爱讨抱抱啊？确定是萱萱吗？确定是萱萱吗？这个一定是 C 啊，猎鹰好不好？他最爱到处抱女生的，就是他啦，非他莫属。出题的是我啊，我好坏哦。谁是营友最高的女生啊？这个是 C 啦 ，C 啦，他174啊，还是172，超高的。C 啊，为什么大家都猜 B？ 明明就不是菲菲，我看看 C， 这颗色颗。嘿嘿，等下我分数太高，我是不是会拿到奖励啊？这样不行哦，我还是放水一下好了。花生缺什么？缺爱，缺 CCC， 还缺粉呢，缺醋。跑去哪里？跑去哪里？缺爱，缺爱，花生缺爱。叶子轩车神为什么叫醉神？因为是他的名字，因为他爱喝酒，因为他的声音很像，因为他是酒鬼。大家猜什么？因为他的声音很像，他声音真的超像那个酒鬼的声音，喝醉酒的。我觉得玩这个 QA 才有趣，超好笑。现在订阅江江和白龙频道吧，不要嘞，想得美，拜拜。他是哪位？好啊，按 B 啦 ，B 啦 ，B。
可惜白狼没有看到，他没有在，是不是？感谢大家的配合啊！最后一题了，好不好？最后一题了，回答错误暂时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。看一下，现在到底谁得到第一名呢？哎呦，你可可哎、欸，晴哎、欸，哇，这是忠实粉丝哦。哎、欸，我的分数居然还有第十名哎、欸，我赚到了1200，赞哦赞哦赞哦！啊，从奖励啊，全部啊，好不好？第一名的话会有这个号称要3000块金条的普通自选包，可以获得高分子涂层薄膜奈米，或是这种其中选择一个吧，对不对？我目前只有一跟二有，其他的话全部都是金条跟我们的新币啊！啊，发送发送，全部发下去了，好不好？第一名的话是7500，第二名好像也是，第三名一二三名全部都是7500的。OK 啦，感谢各位参与我的 QA 活动，谢谢谢谢大家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，先找一下我的动作，奇怪，你们没办法动作来。好啦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好吧，我们的这一次的 Q&A 呢到这边结束呢，下一次呢我会再想一些比较好笑又奇葩的 Q&A 来办活动回馈给影友啊，先这样子啊，各位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